来讲情话，假情假意，请你收回。一阵风，一阵风，风吹南甲淡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飞，风吹飞，行你飞走，无人来陪。旧情深深，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会饮酒一杯，藏在心肝底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会想你，永远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底吹。咱的感情哪会一来解释一下哦，每次大家可以讲说为什么都没有特色，为什么没有入歌，明明唱得很好啊。我们通常要参加一个比赛哦，我一定会找到一个，这歌就是我的武器，我如何让这个歌，就光你听到歌名就会想要听这个歌，先把这一群人先抓眼光抓住，我才为这个歌尽力的学习唱出一个我的力量啊。啊，你现在为什么会迷失哦，在这选歌都会迷失，就是说你已经不知道观众要什么了，你已经越来越不在乎观众要什么，你已经又回到一个自己的内心里面哦，就想说好，我就按照我在这个地方累积的一些经验，然后好好把一首歌唱好。你现在只看到我只看到你这个画面，你越想要把一首歌唱好哦，你就会被这个想要唱好这首歌框住，你就没有办法在一个舞台上哦，随着乐队的那个的节奏，你跟他一个当下的互动，你就会少了这个感觉，你甚至不知道说，我今天来唱这个歌哦，我可能要为超级红人榜哦，吸引更多的观众，我一定要唱最商业的歌，我一定要唱最有共鸣的歌，这个初心要找到，这才是你来这个比赛的一个初心哦。好，谢贝仪，其实我最近这样听你唱歌下来，让我想到自己以前在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我有一首歌唱了五天都唱不好。真的是五天唱五个小时，怎么样都唱不好。其实那个就好像很多老师会讲说一个撞墙期嘛，因为其实从头听到尾，你没有一个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听的什么没有什么感觉。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对于歌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，因为你会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会唱歌，有时候会变成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以我的经验来分享好了，就是你在这样唱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的是去。练一首歌，在下次比赛要练的那首歌的时候呢，你可能要一句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去慢慢去听，慢慢去想说自己在这一句在这一段要怎么唱，才会让这首歌曲的张力拉得更大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重伤期，只要突破，我觉得你会很棒。谢谢老师。